兄今天的讯息到此为止。我们再次听到在博多的广场教友的热烈的掌声，他们对教宗的拥护爱戴，充分表现出教会合一的精神，教会是个大家庭。我们希望在网络电视前面的朋友们今天有机会能够收到这个，聆听到这个讯息，有一个新的经验。我们希望下次你们也能够收看。现在教宗快要离开现场，音乐队再奏一次梵蒂冈的国歌。好，我是陈科神父，谢谢你们透过网络收看及收听教宗圣诞节给全城全球的讯息。我也在此祝你们有一个很快乐的圣诞节以及新年平安，愿天主降福你们各位。Come on.